一炸的话，我们会震动。他们是赚黄金的，我们是吃灰尘的。这么大片的山下来，几乎整个山寨村就全部在建。我们原住民的另一个代名词是，是我们必须要跟矿场共生。11月1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，我们的导播出《好山好水的背后》。